for that feeling. Why did it have to go away? I long for that feeling. Remember everything you said. Had to go on dreaming, dreaming. 'Cause baby, you are everywhere. Slam dunk, are you ready to make me?你好，我是东摩，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一次是剪辑教学。我记得我在一年前有拍过一个影片，叫做 Speed Ramping 变速的教学，然后在这里。然后那时候其实对 Speed Ramping 这个东西，这个效果，我个人是蛮喜欢的。不管是你看 Daniel Schaefer 啊，还是说 Peter McKinnon， 他们很常用变速的效果。那变速的效果，其实你在好莱坞电影，还是说一些影集里面，你也很常去看到这种效果。一年前的我 ，Speed Ramping 算还可以啦。对，那基本上概念都是对的。但是啊、我后来做了很多 speed ramping 之后，这一年后，这一整年以来，对我更了解 speed ramping 的一个制作方式，甚至说我知道怎样让你的 speed ramping 你的变速更顺。如果说你不管你是在运用在任何拍摄上面 ，speed ramping 它的确可以帮助你的影片更生动一点，然后更有一些震撼感。震撼力这样子，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我的电脑里面。然后因为我是使用 Final Cut 10， 所以不管你是使用 Premiere、 达芬奇 whatever， 就是说你如果说使用你的这个软体啊，它其实它的做法大概都是一样，只是说我是使用 Final Cut， 所以我会以 Final Cut 为主。对，然后可是概念啊还有做法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对，然后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Let's go。首先你会看到这里有四个 clip， 对，这四个 clip 啊，它其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速度的一个 clip， 它没有任何的加速感。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做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做的地方是。看你是要用正常的速度去做一个变速的效果，还是说你想要用慢动作，然后再去做一个变速的效果？对，这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弄慢动作，然后变速的感觉，因为它这个落差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你的影片看起来会比较有张力一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谈说。慢速到底要多慢，快到底要多快。我个人其实有一个公式在啦，你不妨可以听听看。就是说正常来讲的话，你看它这个clip 啊，它是 100% 嘛，它是普通速度 100%。 我正常来讲的话，我会先用这个自动调整它的速度，然后目前的话，这个速度是20度，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全部都变成因为它这个是空拍的话，它的速度可能就是80%，80%也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做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是80%空拍 ，OK， 这里也是空拍。Alright， 所以我再找这个好了。我们需要这个部分，对，一样，就是弄一个 20%。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我们有五个素材，然后它平均它的长短都不一样，长短不一，对，所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啦。只是说我的做法不一定适用于你，但是你可以听听看这个做法。
对你来讲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对，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先从第一个来开始做。第一个呢，我会先去想说我的 speed ramping 的位置要在哪里。当然啦，一定是在它这个素材跟素材的之间嘛，跟素材之间，我想要让它有那种它变速的时候接到下一个素材，它刚好也是变速接到慢速再接到变速的感觉，所以它会有一个连接感，就是衔接点，所以它自然而然会变成感觉像是一个转场一样，但是它其实它不是一个转场，它只是一个爱线的表现。对，然后我们这里就怎么做呢？我们这里就选择这边吧，中间位置哦，再多一点点。对，这里我们就 Shift 按 B， 然后我们这里到底要多快？其实，个人的话喜欢快一点啊，但是快你也不能说像这个20倍啊，20倍它是真的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条件，你才用20倍，不然正常讲超过10倍都会有点。你会看到有的人在做 speed ramping， 他是有点抖动的感觉，就是那在抖，不知道抖什么。然后他们又称那个叫做教学 speed ramping， 绝对不能抖，因为你的素材一定要很稳，你 speed ramping 看起来才会顺。对，所以我们这里用8好了。800%，我们这里一样哦。这里是我们空拍的部分，空拍的部分它本身它是80%嘛，所以它如果再用800% 的速度去做的话，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里用4%好了，我们稍微把它拉长一点到这边。刚好是中间呢、啊、4%。它这里看起来有一种平均的感觉齁，平均起来我个人会觉得画面上看起来比较舒服啊，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平均的感觉。哇，它变速它变得很平均，而且有对那个节奏的感觉，我觉得很棒。然后这边呢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就是会有一个很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这里它其实它有自动帮我们 Final Cut， 它有一个很棒的技巧，就是说他们会自动帮我们做缓冲，对。所以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好像不够，怎么办？不够，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好，我们先把它拉长一下，你会看到它，渐渐的跑出那黄色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黄色部分，我们来做一个 speed ramping， 一样是用 400%， 我们大概是落在这边吧，这边它有转过去的感觉，我们就落在这边，它没有一定说，我说在这个位置，你就是这个位置，你自己去做调整，你想要在哪一边，你就在哪一边。OK， 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大概我个人觉得是这边吧，然后400，对，大概是都是这个距离，可是这个感觉有点长，这个有点短，这个大概都是一样，其实没关系，所以其实做起来效果都一样。我们这里稍微把它拉长一点，我们落在这边跟刚刚一样，一样是这样子的感觉。好，我们稍微的快速做一下空拍的部分，我都是用 400% 去做，然后正常啊相机的拍摄不是空拍的话，我就是用800去做，所以让他们有一种很协调的感觉，协调。然后这边好像它的怎么讲呢？我觉得它的素材有点太长，所以我们要缩短一点好了。就刚我讲的，就看得顺眼，就比较平均一点。哦，这边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稍微的一样用800%，倍吧，
这边一样，我们这边后面就不用了，因为我们啊前面那边就有衔接点。然后你会看到这里呢，我们稍微用近一点，这里它有凸出来黄色的部分，凸出来黄色的部分其实它是啊原本的 20%， 所以你看到它这里比较灰色的部分，它意思是说它要慢慢的去接近那个速度，慢慢变慢。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你如果说把这个灰色的部分把它往左边拉，哦 ，OK， 这边的素材都是一样，我们先拉好，我们先拉好再讲，再去做下一个步骤，我们就把它拉到中间，哎，这边也把它拉到中间，你拉到灰色的。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啊，其实它的 speed ramping 会帮你自动调整比较顺一点，它不用像 Premiere 你还要去拉那个线啊。我以前是用 Premiere，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一样把它往中间拉，往中间拉，往中间拉，这里也是把它往中间拉，往中间拉，中间拉，其实要拉到多少是没有一定啊，就。你自己去做调整，它没有一定的一个速率。我们这里一样都把它往右边拉 ，OK。所以你现在，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素材，它大概是这个感觉。我们先播一下。变慢，变快，变慢，变快。这种感觉，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素材，它其实它有一个违和感，因为它。好像转的不够流畅。我说的流畅是说，你看它空拍这边，因为它的效果都是差不多，所以它转的非常流畅。但是后面跟最前面这个素材啊，即使它在衔接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它有一种好像不是那么顺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把它变顺一点，其实有一些做法。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地方就是把它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把它统一平均起来，然后你如果有音乐的话，它这个变速的效果可以刚好去对到那个节奏，然后它的效果就会看起来会比较爽快一点。对，我们这里先把它点两下，一定要点两下，点两下。对，我们点这边，所以你会看到它这里感觉有一个类似像那种。胶卷的感觉，你这个你可以往前拉往后拉都可以，往前拉往后拉都可以，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往后面拉一点，让它的素材看起来再更短一点点，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会发现它后面原来它出现的原因是它后面这个部分啊，其实它是有一个类似像我当初在拍的时候，它镜头在抓的一个镜位在抓的一个角度啊，没有那么顺畅，因为我们人用你用我用手持的话一定会抖嘛，所以我们这里要想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卡掉，所以它会变成我们再用一次，再点两下，再往前缩。OK，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现在就会比较顺一点，但是感觉又少了一个味道。我们再往前一点。有了。它这里感觉会比较顺一点。所以刚刚我们讲说这个 speed ramping 我们要平均一个长度好了，我们稍微的把它再往前面拉一点点看它的感觉会怎样。OK， 好像太多了，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感觉，大概是这个感觉会比较顺一点。对，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目前我们把第一个素材的 speed ramping 稍微的把它整理好了，所以它的感觉会比较顺一点。可能有一些人他看不出来说，其实有什么差别。但是你如果说你在编辑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出它那个素材啊，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比如说，它在变速的时候，它不会变得那么不自然。
然后我们目前我们第一个素材已经解决，我们要去解决最后面那个素材。最后面那个素材，你仔细看它变速，它是前面很快，然后就突然就变得慢的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违和感吧，就是我不喜欢这种违和感，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再一样用刚刚那个方式，点两下，我们把它往前推一下，让它推到我们刚刚第一个素材一样的那个 feel。OK， 我们这里稍微的往内缩。OK， 大概是这个长度吧，有点太多。大概是这个长度，我们整理一下齁。其实素材它在编辑的时候，你如果说可以编辑的越来越顺啊，对你的影片的加分其实是蛮大的。对，我们把它往前面再拉一点。然后变速啊，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在用变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不顺，所以你弄得不好，他的影片就是一个扣分的一个效果。所以在细微的调整，还有加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特效啊，是必要的。你如果说你也喜欢用变速的话，我们这里看一下哦，变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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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里就比较顺一点。你会看到它最后面，它在变速的时候，因为它变快速的那个部分它是比较短一点，所以它不会看起来那么有奇怪的感觉。对，我们再看一次哦，不错吧 ？OK， 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常来讲我还会去做一个动作，比如说它这个镜位它是很平均，所以我想要让它有一点往前，往前就是有一点慢慢靠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这里一样哦，在 transform 这边，我们就是把它按一下，按一下，我习惯全按啦，这边全按啦，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我们之后会不会调整什么，才不会再重新再来调整。我们这里哦，我们就把它设定为110%，应该是 OK 了。110%，对对对，它感觉效果会非常好。然后我们这里转到110%的时候呢，我们一样把它全部开起来，黄色点点都把它开起来。110%，我们这里一样是用110%去回应它，再转到100%，这里我们一样是开启全部的小点点，一样是100%。转到110%，一样，110%，转到100%。OK， 最后面这边嘛 ，OK， 一样，100%。最后面我们可以弄个在110%，所以它就会变得像这样子，慢慢靠近变速、变速、变速、变速的一个感觉哦。OK， 所以感觉就比较顺一点哦。OK，speed ramping 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说想说再把它加上一些 whoosh， 我们在这里找好了啦。上市呼咻，太多啊，这个不错耶，我比较喜欢第一个，我们就把它用第一个来用看好了。我习惯把它调小声一点，大概是像-10左右吧，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啊，有点时机不对，我们把它抓后面一点。哦，有了，我们就把它做一点效果音上去，然后记得不要太大声，因为你太大声啊，其实，
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好啦，会有点吵，因为有的人是戴耳机你在看影片了，所以会感觉会比较吵一点。我们这里把它往后面接点，往后面接点，所以它效果就会变成这样子。但是正常来讲呢，你如果要加一点效果音啊，你最好都不要一样的，因为它看起来会非常的呆板。然后Speed Ramping 我觉得我的 Speed Ramping 目前来说是做的比去年还好，因为我去年的那个 Speed Ramping 的影片，你如果点进去看，你会知道说，其实我的 Speed Ramping 真的是变得不一样。我觉得我的 Speed Ramping 它变得比较专业一点，不会像以前那种会抖，然后会有点奇怪的 Speed Ramping。对，希望这次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你可以运用你的 Speed Ramping， 让你的影片看起来哇哦，让你的客户看起来觉得说，靠，好帅哦，就是你了。对，我是托摸，感谢你收看这次的影片。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下面的连结按钮你随便按，我们会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见，拜拜。